嗯。墨汁不能吃。没事，我会吃。啊，都给你，谢谢啊！你看，做个好东西。今天我要把这个东西做成一道美味。家里有冰箱了，可以直接放冰箱冷藏一下。我都自己做的，就是好吃。老板，帮我把鱼尾去一下，这腥啊！鱼尾啊！是不是有必要逼我吧？大哥没文化，这是好东西。大哥爱，大哥爱。啊，真香！哎呀。比鱼翅还好吃，下次再拿点。骑上我亲爱的小摩托。哎，老板，你怎么这么小？送你两个。太好吃了，下次让老板尝尝。哎，老板，这要吗？这大过年都不整点好的，这都是好东西。他们这都不亏你，谢谢。谢谢。尾巴可是好东西，下次再整点。别人说你长得像不一样，我们合拍一段视频。哎呀，我不配。没事没事，我和你一起拍，我和你一起拍，我和你。哎，这个不错啊。我要的东西呢？我要的东西你也未必带来。不知道食神一只白嫖吗？给我一个机会。把东西给我。哎，这样不错啊。新年啊，恭喜啊。知道他为啥给我升好吗？那就是要让你们关注了。嗯、哎，这都不要了吧？都拿走。Yeah yeah yeah yeah。这好。Em đêm nay ngon và căng cực. Anh mặc xăng chảnh cùng đi ăn mực. Anh mặc căng cho là vùng ngực.比鸡腿好吃多了。哎，老板，这是夜阑渐晚心似水，这是好东西。这里面写这么多啊？这个得拿鸡尾酒好好去就行了。对对，还是老板给的这个好吃。哎，师神，今天这么勤快，洗衣服呢？啥？那是毛主席。晚风轻拂澎湖湾，海浪逐沙滩。没有椰林缀斜阳，只是一片海蓝蓝。Tomorrow。
太香了，下次再弄点。慢慢老板，夜漫长，够你了。哎，谢谢，老板给了个好东西。比羊宝好吃，下次再弄点。哎，老板，这鱼烤这么大，这大鱼的肯定爆炸嘛。那玩意烤了吧？这一烤就炸了。那玩意能烤？这鱼号真大。吃啥不啥，啥再弄点。老板也在杀鸡，走。哎，老板这飘了吧？又没吃饱。搞错了。哎呦我的妈！都听话。How we do it? Yeah.不够吃，下次再弄点。今天去杀鸡店看看，走。老板，这鸡爪这么脏，不要了吧？不要了，不要了，太好了。特别筋道。哎，老板，这是啥？
天再去找老板要点鱼子吧。今天带大家尝一下我们北方的土特产。这可是我祖传的手艺。人民是小龙虾，够味儿。太香了，下次再弄点。看到什么天道轮回，什么破散魂飞。吃。啊，真香！哎呀。今天我们再弄点鱼入汁，饭上做吧。绿色又健康。Bikini Body。